是世界上最最好吃的东西。嗯，这么贪吃，看你那一身的大肥肉，每次都是黄鼠狼的重点攻击目标，这样下去早晚拖累我们。小鸡弟，你敢说我胖？那是，哇，太美了！哇，是薰衣草园。什么？你们说下面是薰衣草园？小龙、松大鸡，我们下去看看吧。走吧走吧，我的热身都要沸腾了。不去不去，我讨厌薰衣草，我对薰衣草过敏。我不去。又是熊大鸡拖后腿。好了好了，鸡弟，我陪你去吧，让师傅留下来等我们就好了。你们去吧，我要睡觉，睡觉可是人生一大乐事。胖乎乎，一会儿要见金星师，四代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。香薰鸡一定很好吃。哎，瘦高高，等等我。哇，多么清新，多么淡雅。这芬芳的气息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呀。鸡丁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小狼。哎，你身后有个稻草人。稻草人？哪来的稻草人呢？哇，这个稻草人真像我练功时用的信任假人。这是要干嘛？我要把它打扮成最漂亮的稻草人。好了。真难看。小龙，我们走吧。哦。小高高。小鸡欺负我，用薰衣草插在我身上，把我变成了大花狼。小鸡在你头上插花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居然没把他们抓住，你还哭啊？叫你哭啊！见你就有气。小鸡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。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要哭了，走吧走吧，找小鸡算账去。对，算账去。瘦高高，等等我。鸡丁鸡小龙，给我乖乖的站在那儿，做我们的盘中餐。瘦高高胖乎乎，来呀来抓我们呀。气死我了，一定要抓住你们。小鸡给我站住。
我们去草垛里躲躲吧。嗯。啊！小鸡们，我们来了！你们跑不掉了。在那边。看我教训教训你们。哎呀，是谁？嗨。敢打我瘦高高。臭鸡丁跑哪儿去了？可恶的小鸡，我一定要抓到你们！香薰烤鸡味道一定好极了。烧吧烧吧，把这薰衣草田都烧了吧。香薰烤鸡。啊！哪来的雨呀？是小鸡们干的。黄鼠狼，你们要把薰衣草园都烧了吗？真是太可恶了！先救火吧，小龙。他们逃出来了，快把他们打下来！鸡丁，你看他们想干什么？小龙，抓稳了。想跑？吉丁，看我怎么把你们打下来！跑酷酷，开炮！是。看你还嘴硬，发射！是。打中了，打中了！熊大吉，救命啊！小龙，鸡丁，还好是个噩梦。那是，难道小龙和鸡丁出事了？还是担心下你自己吧。黄鼠狼，熊大吉，你还往哪里跑啊？你们别过来。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。瘦高高，香薰鸡味道好极了。真不知道香薰鸡有什么好吃的。这是胖乎乎。瘦高高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是集体被抓了。小龙跟熊大鸡呢？被打得真惨。小龙。一个比一个惨。不行，得马上想个办法。说不吃就不吃。小狗狗，你说话不算话，不是说好了煮香薰鸡吗？不行，我要吃黄金烤鸡。香薰鸡不仅美味还有营养，烤鸡又香又脆又美味。香薰鸡可以提高智力。香薰鸡？那是薰衣草。瘦高高，胖乎乎。你们知不知道人体70%都是水分？如果把我们烤了，也只能吃到原来30%都不到的肉。但是如果用来煲汤的话，肉吸水就会膨胀，就会增加原来的1倍。而如果用薰衣草做汤料的话，肉就会增加10倍哦。10倍？我才不信呢。我相信瘦高高，反正他们也跑不了了，我们就试试吧。这好吧。哇，好香啊。
那是薰衣草。小鸡不好惹呀！快快架起望远镜，看这可别眨眼睛，热气球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party。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不管是在夏威夷或南极，我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。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绿豆在火上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手，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